嚟到咧呢條2017年 Paper Two 第32条啊，十進制轉16進制，咁做呢一啲咧，咁又記住一招好有效，就係叫做尾數撳機。咁而家咧呢個題目咧，佢就分開咗做兩 part， 細啲個 part 咧，其實就係呢個16進制嗰個數嗰個嘅尾巴啦。咁所以咧條尾巴咧就會係8的3次，你首先喺毛一嗰度撳8的3次，即係512啦。跟住去翻毛三，咁咧我哋就會入512，轉翻做16進制。512咧就會 correspond to 200嘅，咁得一個答案係200啫嘛，咁咪即係答案係 default 咯。